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超快手的小甜品奶香芒果球。首先准备好奶粉、芒果肉和牛奶，将芒果果肉和牛奶倒入榨汁杯中，搅拌成芒果奶昔。将芒果奶昔倒入奶粉中混合均匀，戴上手套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再平均分成大约10克左右的小圆球，全部放进奶粉中，表面裹上一层奶粉，奶香芒果球就完成啦。